好，我们现在来讲哈，怎么做这个那个神殿啊？好，我先做一个基座。好，这个我们就用目测的就好了哈。基座做好了之后，啊，再把它往上。好，老师这一次做的会比较精确点哈，什么对齐啊，什么都要把它确定好。好，再来，啊，我用这个偏移工具选择这个，啊，把它往里面，啊，一样往上一点点，糟糕，错了，这一层往上一点点。好，再来，一样再偏移工具，啊，再往上一点点。好，因为我现在做出来是像这样子哈。好，我现在一样先把它转成元件，好，建立 ，OK。好，我现在来做，我先做那个柱子好了。好，柱子，来，比如我先随意做一个，好，往上。好，如果我要让它比较有一些变化哈，我再一样跟刚才那个一样，啊，做一个柱头，柱础啦哈，好了之后一样转成元件，好了之后，啊，选择它之后，好，点一下，啊，告诉它方向，再按 Ctrl 键加一个出来，乘以五，哎呦，应该不能这样子做哈，我做错了。啊，应该是用除的。好，我把它到这边来，除以八，哦，它就帮你做了。好，再来，啊，我只选择这些，把它包围起来。好，把它复制过来。好，这边也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我要对齐哈，这我没有对齐嘛哈。如果我要对齐，我会把这里全部选取起来。好，我把它转建立群组。好，建立群组之后，啊，这个端点接到这边端点。啊，好，按 ESC 停止。哎，你两个呀？在干嘛？啊，我在没事。好，我刚才只群组这两，其实应该刚才不用这么早群组哈，我先分解。好，这边有哈，还有这条线呢。啊，所以我只包围这样子，我只这样子包围，所以你看连这一条线都选取起来。好，我先把它转成元件，对不对？群组建立群组，好，先把它贴起。好，哦，这个找到终点嘛，好，哦，这边有终点，对不对？啊，好 ，OK， 我们往后退。好，往后退一点点，好，这样子我们左右都对齐了。好，现在我要来做那个神殿哦，神殿的楼梯。好，哦，我先随意画一个，好，楼梯。好，一样，第一个先要把它建立元件，好，好了之后，好，我先按这边，好，因为我做这个方向，好，记住刚开始动的那一点一定很重要，从这一点动，好，过来乘以40好了，好，40个楼梯哦，所以很长哦哈，所以我现在再把它圈圈起来，啊，用这个缩放，记住用缩放，啊，好，我先这个轴向哦，这个轴向，啊，注意看，啊，这个轴向看看，对齐，对齐这一点，啊，然后再来把它缩放一点，缩小一点，
啊、哦，缩小一点，缩小一样是这个轴向哦，啊、哦，选择这个，啊、哦，好，我现在把它翻过来，哈、哦，用这个旋转，啊、哦、，Y 轴嘛，哎不对，对不起，蓝色这个轴向，啊、哦，好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好，我用这边，好、哦，一样拖着这边去对齐。先让它对齐，靠着这边 ，OK 嘛？啊，好了，一样在中间嘛。好、哦，这中间，好一样。哦，他帮我找到中间了 ，OK。哦，这楼梯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楼梯这样子怪怪的，怎样？啊、哦，这里楼梯。是应该跟这个台阶一样，会人家踩上去比较不会跌倒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去用这个测量一下，这到底多高？39，啊、哦，好，所以我这里39，啊，这宽度是多少？142，好，这个测量工具我没有教过哈，我教一下，他就点一下。这里再点一下就可以量出你要的距离，这边点一下，这边点一下，啊、哦，好了之后来，我现在把它打开啊、哦、哈、哦，这里先这样子，把它推后39，嗯，哎不对，是推后143.2。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这边也一样。好、哦，再点一下，好，让它确定。好，一样，143.2。好，好，再来，这里是39。对，要这样子。好、哦，往上39，对不对？好。这边我们就切跟它一样，好、哦，好，这里我们画一个，好、哦，39点一点，好、哦，好，再来39再点一点，39点一点，39点一点，39点一点。好，39点一点，好、哦，这34嘛，我们再往上39，好，我们这里就可以画过来，好、哦，好，等一下，我从我这边让它对过来，因为我要让它楼梯一直到上面去，啊、哦，所以我这里。记住神殿的做法，你自己，哦，的外观你自己去设计哦，哦，因为我只是这里是，啊、哦，这里最后一阶我先不管它，啊，来这一阶在这里哈、哦，啊，这里往里面。143.2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按两下，它就会退进去了，它退跟它一样哦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这一阶是出来，好、哦，换这一阶，这一阶再往后退，就直接再按两下，哦，它就会用刚才的数值，有没有？哦，它就会用刚才的数值，这个还是保留在这里，换这个往后退。好 ，OK 了哈，所以这个要往后推，对吗？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换这个再往后推，这个再往后推，换这个往后推，有没有？楼梯就会这样子一直延伸上去，啊，而这柱子是不对，哦，所以我先把它分解，啊。
好，现在变成一个一个了，我这个不要了。好，我把这边楼梯，柱子往这边移。好，我把它移动。好，一样看一下数值是 39.1， 我用39。好，这边移动了嘛，换这一边。一样39，好，这神殿这样子就出来了。当然这边你还可以做一些装饰，啊，不该有的线可以把它擦掉，啊，比如我这里再做一些装饰，啊，这悬空很奇怪嘛。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也可以让它高一点，啊，这边你就要，啊，把它往上画。等一下，我先画这个的延伸线啊，啊，记住要出现这种橘红色。好，我先按 ESC， 这里再往上，有没有？这里就可以把它补齐。对不对？这边画完了之后，再复制过来这一边就可以了哈。好，上面的屋顶看你自己要怎么去做装饰，或是这边也要做装饰，都随便你。